从一开始因为不能旅游，从原本开始的旅游博主只好转变成美食博主，结果身体越吃越胖。刚开始 Michael 时候一直吃吃吃，吃到脸很圆了，我们去看量看几公斤。Yeah， 对，站上去131公斤。2000 years later。然后就这样一直不能下了。Later。后来进行5天的轻体。今天来开箱这个3箱东西。5天轻体计划就靠吃这些营养代餐。首先来一包益生菌，之后一口焖，准备搅拌机把代餐倒入，放一点点再代餐。一杯美味的代餐奶昔就完成了。吃完代餐就吃营养，下来的5天都是这样过。5天轻体遇到冬至，只好跟汤圆 say goodbye。 不吃汤圆是不是就可以保持年龄？耶，今天25号，5天的轻体完成了。哇哦，不错！对视频中的轻体有兴趣，可以联系我个人 IG。